这俺孙子给送过来肉了啊，这鸡活子蒸肉包吃的，把这个肉嚼嚼，嚼嚼了肉包给你们，看蒸肉好吃的，鸡活叫俺娘下来尝尝。一会儿我蒸好了，你可给我给我蒸呀。行啊。不行，你妹妹啥时候给咱做的？啥个季节？一会儿正好再把火烧好了啊！这个火正冻着。哎呀，装不下去，那个回来了。哎，来一锅，好吧。来就说来，叫我说我，你去把俺娘带下来，带下来，出回老子是说喊那个啥，那我去了，好了，你去吧。他们呢都在忙回了回家的事。乖乖，是扎嘴来的，你干嘛个听？大腿是又大，大腿是又大，又大，又大，哎呦，客气了。嗯，行了行了，你长得真管事儿。咱先说啊，那个花香跟那孙梅跟那店里，他们都在工厂里，一会儿他们忙里了，他们下去了。我把盖糊了，盖糊了个啥事儿？嗯。这些事儿他们。没回了嘛，没得玩了。这里蒸肉包，另外再给我放上。你看咱这个人家处理的，你看处理还是不见不见的。好了，那就给你妹个，给你妹夸夸，你看你在这儿放一下。吃了包，是吧？他妈的，那个小学生，来了还没有。